嗨，大家好啊 ！Hello， 晚安。我的老天爷，我好久没有直播了，超久没有加银之音了。晚安，大家好，还蛮紧张的。也不知道在紧张什么劲。嗨，大家好，我是拉拉，非常久没有直播。对啊，因为我今天去看了一个展，是李卓雄老师的歌词展，叫做《自我定造》。自我定造，然后它就是，反正我觉得很别出心裁的一个展。那里面就是用结合影音的方式呈现了几首李卓雄老师很经典的歌词，看着看着就突然很想要唱，就想说好吧，不然今天晚上就来开个直播加银之音一下，因为很久很久没有跟大家有这种互动的机会。我是想说就随性啦，所以我就随性的唱，然后大家就开心放轻松的听我唱歌啊，然后就是聊聊天啊，好不好？对呀、啊，我第一首歌要唱的就是我今天在展里面一直听、重复听到的一首，觉得词写得很酷，就是陈奕迅的《红玫瑰》。哎，这个音量是 OK 的吗？对啊，太久没互动了，我都不好意思了。我现在这个 vocal。跟琴的声音是 OK 的吗？大家帮我听一下。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弧线里被软禁的红，所有时间剩下疲乏的痛，再也不懂雨中，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是他嘲讽。OK 的吗 ？OK 哈，好，那我就继续喽。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是个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是否说爱都太过沉重？使用不痒不痛，烧得火红，这心缠绕心中，终于冷冻，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卓雄老师写的很漂亮的词，叫做《红玫瑰》，陈奕迅的歌 ，OK 吗？喜欢吗？啊，好久没有这样唱歌给大家听了，好爽啊！那个音量什么都 OK 吗？大家如果随时觉得琴和 vocal 声音可以调整，都可以跟我说，好不好？
耶、yeah! 下一首歌也是我在展览上看到就很想唱，来喝一口水。接下来这歌，我觉得它是一个失恋圣歌。我曾经小时候经历很严重的失恋的时候，我听的这首歌简直就是无法自己，是一首既好听，然后歌词又很虐的，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
这歌词写的真的很好，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但是我依然感谢。我觉得他的 ending 就是还是是暖的，依然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太美了，献给你们，希望大家喜欢，谢谢。有人说超爱我，所以我说谢谢，我也爱你们。唱歌有人听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赞。喝一口水吧。接下来要唱什么歌呢？来唱一个我的新歌好了。我要唱我的新歌，就是今年发的新专辑。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尤其是一些一直很支持我的歌迷朋友觉得，我这次的专辑怎么发完以后人就消失啦，好像没有很尽心尽力的在宣传。但是呢，我也没有解释什么啦，只是说所以我就趁这个机会，我想说来唱一点这次新专辑的歌，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歌的一些事情这样子。然后也练练歌啊，因为我确实是比较少在现场唱这些新歌。接下来唱这个歌就是专辑里面一首我自己也觉得葛大词写得很好的情歌，叫做没有第三者的分手。那我现在来放音乐，大家也是一样先帮我听一下。嗨大家好，好久不见，好久没有开直播唱歌咯，佳音之音开心，我现在非常的兴奋。我们来听没有第三者的分手，帮我听一下音量哦。可以吗？难道还有别的选择？什么比单纯会
自拿荧光棒，自唱自摇，自陶醉。这首歌真好听。陈君豪来了，对不对？我刚好唱完《没有第三者的分手》，这是我等于是我这首歌第一次。哎呀，等一下，等于是我这首歌第一次唱现场，《没有第三者的分手》。那还可能有一些小不熟悉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大家陪我练歌。好，刚唱的是我的新的歌，叫做《没有第三者的分手》。好，接下来是雏形，是不是？啊，雏形，来，雏形来咯。嗯。
尔多愁善感也可以温柔捧着爱的初心，没有关系。我只记着说我爱你，等时间允许长夜渐近，最后不知欲出的那就是感情。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好吗？好，接下来要唱的歌是你是很久没弹吉他了啦，一个人去上班，又一个人去吃饭，再和更多的一个人纠缠。话才说到一半，没有人听完，我不孤单，孤单只是情绪泛滥。一个人出去逛，有一个人躺在床，这晚有多少的一个人陪伴，不够分另一半，哎，爱已经用完，我不够只是不够果断，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寂寞是脚跟，回忆是傲恨，也没有人见证，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寂寞是脚跟，回忆是刀痕，我一个人共存。一个人去上班，又一个人去吃饭，再和更多的一个人纠缠。说到一半，没有人听完，我不孤单，孤单只是情绪泛滥。一个人出去逛，有一个人躺在床，这晚有多少的一个人陪伴。这首歌献给现在一个人的你哦。是脚跟，回忆是傲恨，我
人在等着，没有人，没有人在等着，没有人。一个人也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可以听歌，听很多很多很好听、很温暖的歌，对不对？像我现在，老公不在家，儿子睡着，也是一个人，我却觉得相当的享受呢。如果会跟自己相处的话，其实一个人是可以想很多事情，做很多事的，对吗？我来陪大家唱歌哦。嗯，好，一个人也可以很嗨。接下来我要唱的歌是一首，也是我的新歌，是一首开心的歌，叫做《准明星》。来咯，等一下，《准明星》来咯。音量 OK 吗？我向来不跟谁平起平坐，快欢迎你为我赴汤蹈火，还等不及拥有旷世杰作，只要话题围绕我，我何必到下层再做天后，当你认不出我，不过因为害羞，快等星辰来了就陪你互动，我不会坠落，没有不伤害的寂寞，请为我停留，靠你炸弹全收，他们一定在看我，他们必须喜欢我，自信宣布你眼中最火红的是我，用我的方式闪烁，既有光环也要自由，切换模式是不是来去自如，他进化到神来爱看镜头，我这就能把你眼球什么都做了，连赢得你讨厌都封作成就，我不会出错，在暗沉都能被惊笑，请对我盲从，崇拜不需要内容，我现在很嗨，有没有？就是这种感觉，开心的唱歌的感觉。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唱咯。我们接下来要唱的歌是《切歌》，也是我新专辑的歌。
但是呢，因为切歌是我跟阿豹和 Brandy 合唱，那这次呢，就是来不及邀约他们，我想说我来挑战自己一个人唱唱看，看看是什么感觉，好吗？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我还是会邀请两个虚拟的阿豹和 Brandy 来陪伴我，这是阿豹，这是 Brandy， 可以吗？来，阿豹和 Brandy 在这。在这，哎，怎么抱着他们两个这样切一个，好不好？这样才有那种三个人一起的感觉，好吗？这样我才不会太孤单。来喽。三个人一起看镜头定格，刚好现在身边没人，啊
么开心。开心哦，还想听什么歌？我说会被拆歌，看着人生几句就够了，好不容易就很热热，谁够的气氛最不可舍，哒哒哒哒哒哒，嘟嘟嘟嘟。哎，我已经直播几多久了？有几分钟啦，觉得时间是不是过很快？嘟嘟嘟嘟嘟，谁差不都能。你们现在在做什么呀？可以分享一下。刚好现在身边没人。我这样子好开心的唱歌哦，我仿佛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变回了一个少女，真的呢。哦，哎，哎，好，我来唱这个。但这首是没有练过，只是最近某一个人他结婚了，某一个优质小生。创作男歌手，然后最近他有跟我合唱一首歌叫《不得不》，他结婚了，非常非常的替他开心，我相信大家都是一样，觉得替他很开心。我来唱一首他超红超红，近期超红的歌。献给人家唱的哩哩啦啦，刚突然想唱，就这首歌最近到哪都会听到。我第一次听到是在《月老》这个电影里面，那时候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这样子好不好？再次恭喜维里安，他们受到月老的眷顾，找到了这个可以共度一辈子的伙伴。好像从刚刚现在唱了很多歌了哈。我想说有些歌如果大家还想听我没准备到的话，下次也还是可以唱，就是给跟大家就是
不要隔太久才加银之音。虽然我知道我上一次加银之音也说过了一模一样的话，然后到现在就是已经过了那么久，就是我的错。下次要赶快再来跟大家互动，一起听好听的音乐。那最后呢，我想要唱给你们听一首，也是最近我的算是新歌，然后是很特别的合作，就是汪苏泷写的歌，然后算是作曲跟制作人。对，这首歌叫做《行走的鱼》，那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很有力量、很正面的歌，歌词很温柔。我自己唱，我都会觉得被疗愈到。然后我希望所有正在经历一些低潮的你们，都可以在这些歌里面找到出口。这是我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事，因为就是音乐就是这么棒的好朋友，我就是要尽情的在它里面去寻找很多很多的爱，寻找很多很多的很简单就可以得到的开心。要不然这社会太复杂，你知道当大人有时候真的蛮累的，我们必须要给自己找一些温暖跟疗愈。好，废话少说，行走的鱼。一样先帮我听音量哦。写一首歌给你听，来致敬你的阴影，人们传送勇气，而我可不可以爱你哭泣的心，爱你的情绪，和你亲手戴上的面具，拉扯得很痛吧，我懂你，假装不怕笑的抱你，我们都好像一条鱼行走在陆地，要学着呼吸，孤单惹那双栖，前行，不过是梦寐以求，长大了怎么你不快乐，一边哭一边丢，一边退一边追，把玩具都忘了换大人的外壳，好难过好幽默，你走过我走过，别后退听我说，人们爱你的光，我偏爱你的黑，你的笨你的错，用下次
好吗？第一次，也这也是第一次唱，所以就是可能有些还不太唱不太熟。哎，洪佩瑜来了，佩瑜，佩瑜 ，Hello， 嗨，佩瑜来了，佩瑜唱歌也超好听，洪佩瑜。哎，我这次跟以往直播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一次使用两台手机，这样我就不用一下子在 Facebook 唱，一下子又要跑去 IG 唱，就是唱一次大家都可以听到，所以我可能会角度会有一些不同，像 Facebook 这边我就会一直好像在看前面，请大家多多包涵。好哦，今天差不多就先这样，我们下次再来好吗？如果大家有想要听什么歌都可以跟我说，真的很多人想听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佩瑜来了，我佩瑜唱的超好听的，这首歌是我十多年前就写的，然后他一直就是放在那边，所以我一直相信每一首歌有他自己的缘分跟他的命运，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这首歌就是到了现在才遇到一个这么适合这么完美的歌者来演唱他，我自己是觉得很幸运也很感谢。那我想我就先不唱，因为我今天没有准备我下次再唱给你们听好了好吗？下次就一定会唱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还有什么其他歌你想听的或是你现在正需要的都可以跟我分享。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佳莹之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祝大家一个美好的夜晚，拜拜，再会，晚安。这个怎么关？我又忘了。等一下。